武夷山水九曲绵延，曼妙五岳，南屏古城日新月异，灵动飞腾。20年前，年轻的华泰从这里破茧而出，凭借敢拼会赢的不断历练和执着、专注、专业的顽强精神，20年铸一剑，成果斐然。福建华泰汽配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，这颗汽车零部件行业璀璨的星星，正从海西冉冉升起。华泰已然发展成为集科研、开发、设计、生产、销售、服务于一体的汽车零部件综合性高新技术企业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多项成果位居国际先进、国内领先水平。特殊减磨涂层轴法获得国家重点新产品，共承担创新项目11项，其中国家创新项目1项，省级区域科技重大项目2项，获得发明专利12项，系福建省知识产权试点单位和省级汽配建模技术研究中心。公司主导编制摩擦材料用原材料5项国家标准，被国家标准委员会授予全国标准化先进单位，通过 ISO TS 16949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，被政府评为福建省著名商标、重合同首信用企业，连续7年被南平市政府授予工业纳税大户。秉承以客户满意为标准，持续改进、争创一流的质量方针，精心打造中国重卡配件第一品牌。精准匹配严谨的气缸套组合件，还原原车动力品质。
电镀、无铅化，开启环保轴瓦新纪元。碳纤维轻量化，引领烧出品行业新潮流。